来，换你当老板。我不会当老板呢。刚示范那么久，没有看到吗？来，当老板就啰嗦就对了。走过不要错过啊！哎，对，走过错过不要不要路过。走过错过不要路过。博宏，你踩线了。哦，哎，再差一点。好。哦，哎呦，浪费好多个。对啊。大家都认真了起来。哦。我觉得太难了。哦。哦。有了啦！哎呦，没，哎呦，没，喂，哦，没，你手劲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你手，快拉着我，拉着我，拉着我，哎，拉着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拉着我，快，小心你的腰，不是你要拉着我，用力，闪现，不要这样啦，不是啦，不行啦，这样干嘛啦？是，不行，不是你要真的拉着我，不是你要用力拉着我，这样干嘛？这样，这样我的手不能动作，不是你只要拉着我，用力拉着我，用力拉着我，用力。可以有了，没有，再来，还有，用力拉住我，快点用力，哇，卖炸了，哇，你要劈腿，最后两个换你，好哦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我会用力拉住，不要那么用力，好，不要那么用力。你力量先给我，快点，起来，你力量先给我，对，力量先给我，我才知道用什么力气。你再放松一点，好，放松。你把我往前带，不行吧？他会把我往前带，会挖一个地道，不是，所以你要先给我往前的力量，我才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大。对。好烂哦，对不起，太糟糕了。好烂，你怎么想？不是，我觉得是环太小的问题吧。这里哦，12点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走了，下班。走了，谢谢。可以喝到2点。啊！7点。恭喜！你七点高兴什么啦？太近了。12点，我可以帮忙到10点的、啊，有没有人需要？做耳朵。没中半个，这两个都中了嘛？我要猪肉干。哎，有，你牛肉干。十点，牛肉干。10点，我猪耳朵还没中。猪肉干，我猪耳朵也还没中，菜包票也没中。哇，没有中。哎，我们大概已经花了3000多块了。真的。哎，现在那一叠大概有20个。哎，你是哪一摊的老板？在他这边吃起来。你看也知道。我买一包也不过多少钱，我刚才已经花多少钱去套圈圈了。